我真正唔敢相信你会答应关大事啊！你敢真正确定要安尼做啊？趁你即马还袂搭入去林家大门进前，你要后悔也过会。您的目的地已到达，下车时请务必记得您的随身物品。担心，我是该讲认真的。好啦，我无啥物通好后悔的，就当作我已经找到头路啊。 我知影，我无资格给讲啥啦。但是我想要讲，你甲林子琛才找啥话句，你就这么啊相信伊，啊你敢会想要冒险啊？我是无真了解伊，啊不过是一个有效的人，这种人袂歹甲倒位去。林家是三代同堂，够好听，是家族凝聚力有够强。但是讲较歹听的，家庭的问题真多，真复杂，这毋是参照你拄仔电话应付的安尼个共款。 我甲伊就敢那是年合约尔，也毋是一世人啊！你无刷掉我这份烦恼啦！我想想想起我较早看过一个结婚的影片，爸爸牵着查某囝的手讲，不要紧，还佫有离婚。你当阵看到我只是笑笑尔，即马我总算会当了解伊心情。 我是想要甲你讲，若是以后你伫林家踮袂落去，莫紧张的，你还佮我到厝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伫我走投无路的时阵收留我，帮助我。这份温情，我永远记得起。 媳妇总算见公婆嘛，哈！啊！等几半波，那无半来客运车啊？算算去啦，开离近近啊，咱用行的就好啦。哎呦妈，那你家里疼呢，你干嘛用行啊？哎，有车来啊呢？ 你甲车载落来。好，客运车。妈，上车。哎，歹势，我赶时间啦。有必要要去中孝东路。这是我载客运车嘞，我你有看到无啦？你搞啥？哎，妈，你别创啥啦。你是你管啥？ 手把人写个弄人，你敢无看到阿妈穿了个跋倒啊？阿无，伊是你阿妈。唔是，阿唔过。唔是你阿妈，是咧鸡毛衫啦，正义魔人啦。参照你这种唔知伦理道德的人，任何人来看袂落去跳出来做事公道。正义女侠，阿妈，爸，恁两个是安怎无要讲话，一直目睭紧紧甲丹青看。哦，这位小姐叫做丹青哦。
是。嗯。牡丹一单，青茶青。哦，这名好听，好听嘞。对啦，对啦，是讲子生啊。啊！我拄只跟他听着你讲，丑媳妇总是爱见公婆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啊，我重新好好介绍一下啦，这位宋丹青是我太太。啊！阿妈，爸。伊忽然间冲出来，我惊伊去予车弄着，我就去挡迄台车。所以，迄个时阵你替我叫换钱，我阁了准讲你是正义魔人，所以我误会你啊。就是因为我是迄种人见人爱的正义魔人，到尾你毋才会去爱着我。迄是因为我予你的真情告白感动着啊。你看你啦。你这哦，小狗吃人的眼神哦，没事，我想介意的纽波利顿。我会跟你真情告白嘛，是因为我看到你，就敢那亲像看到卡通内底有一只叫做英雄的胆小狗。拍死啦！我免拍死啦！哦，我足久哦，捌看到我老师安尼正活泼的一面呢，啊，看了足欢喜啊，足疗愈的哦。我嘛是啦，啊，不过我也是想要无清楚啦。啊，子胜，啊，你甲丹青敢真正结婚啊？嗯。啊，你应该不是为了要让阿妈甲恁爸欢喜尔吼？阿妈，真实的啦。其实丹青就是顶届我相亲的对象啦。嗯，对啦，我嘛已经登记啊。爸，那唔相信咯，来，这身份证哦，配偶栏看麦啊，如假包换。水母啊，你目睭唔通雷啦，雷搁雷落去歹去啦！这不是真实的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！你个嘞！安尼有够清楚啊！这就是事实啊，就是讲你把丹青的身份证毁掉，也无路用啊。我拄则有看到，伊的身份证顶头哦，老爸迄个无啥名，干那一位尔，安尼就代表是富不祥。你好像骗啦啦你。这又过安怎？这代志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这袂影响到我甲丹青的感情啊。你根本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狐狸精，你安尼嘛好啊你。好啊啦，你有大家咧批评新妇的，时代爱有时代款。妈，你袂当这尼啊简单就相信伊啦。妈，哎呦，你若不相信，你家己看。这餐桌啊，我甲丹青伫个后勤事务所的相片，也搁有婚纱照。好，领导你好。那张婚纱照，那个就浪漫的呢。哈哈，莫阁骗人啦！恁若真正遮尔啊恩爱，那咧我问你，手指咧？
手机的代志，手机掉。无啦，啊，子孙讲，迄手机爱挂一世人，所以袂当凊彩买，我都去店的克制，哎，几十万才得着。妈，是上尊你叫我妈的啊？你看有这资格？妈，妈，妈，你资格？哎呦！我为今仔日开始就是子孙的太太，我当然要叫你子孙妈啊。敢讲我叫你子孙妈妈？啊，你唔知的人会抓准讲是老师在叫家长，安尼敢好？我你咧，哎呦，恁个听话嘛的啦，我才讲伊几句尔呢，伊就安尼应试应试，啊，这种人哪会当入咱林家大门啦？坦白讲啦，顶届相亲的时阵，你马来妈妈是诈骗集团，无怪伊即卖有这种反应。哎呦，妈，顶届你无伫个现场，你无了解啦。我了解的是，若是有人安尼骂我的老母吼，我一定随便倒，甲对方个嘴跳破，而且一直接甲真相讲出来，无想要隐瞒，这就表示伊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我顶多感觉真难能可贵。正直，像怎样？伊对子孙下什么符啊？啊，那无子孙哪？你即马是咧讲我的金孙是笨蛋，一点仔判断的能力都无，才会让人看咧口口惊。啊，我乐见其成，我嘛是老反正就对啊。哎呦！你嘛替我倒讲话一个啦，这个查某，你根本就是想要盐鸡蛋两杯。哦，你哦，就是哦，对单亲有误会哦，唔才会看到伊哦，才会倒单啦，听妈的话就对啊啦。那那人你嘛？哎呦，好啊啦，我感觉哦，亲目睭有看到哦，这个查某囡啊。正义善良的一面呐！丹青啊，我看你一定袂记我甲国庆吼，啊，不过我来记你啦。咱敢去过面？哎呦，你还阁会记的吼？有一对吼母仔囝在路边吼砸客运车，啊，真无简单哦，才砸到客运车，啊，一个少年吼就撞起去坐啦，啊，是你吼硬甲迄个少年咧拖落来，啊，搁为着阮吼，甲伊冤家吼，咁要爬起来呢？啊，丢，迄个人哦，搁讲我是正义魔人，原来就是恁呐，无对啦，所以丹青哦，是我甲恁爸爸严正过，你也敢讲赞哦？人讲哦，唔是一家人哦，无入一家门啦。那有遮拄好的代志啊？宋丹青，你真正想过熬搬去啊？吼，你心机实在是有够重的呢。妈，既然你安怎哦，拢唔肯相信，那安尼就叫伊哦证明互你看。好，哥。大嫂，纸图，你哪啊？啊，你唔得身体力行，啊，你妈，你再不会谈讲。Ha ha ha!